命接连放映，哈利与梅根一起跳舞、亲吻、拥抱的幸福生活。然而，随着影片气氛越来越不安，哈利说出一句 ：“No one sees what's happening behind the closed doors。”画面忽然变成梅根掩面痛哭，还有一张威尔斯亲王威廉与妻子凯特表情冷漠、很盯着镜头的黑白照。这是哈利与梅根为他们的新纪录片首度公开的一分钟精彩片段预告。发布时间刚好挑选在哥哥威廉与妻子凯特访问美国的第二天，宣战意味相当浓厚。Obviously, they won't admit to competition, but they are a competitive bunch, and the members of the royal family always have been. There's always been these turf wars between the different royal princes. 这部纪录片预计八日上架播出，不过还没有登上大荧幕就已争议连连。外界期待哈利夫妇会在片中大爆料王室兄弟闹翻的精彩内幕。一位王室消息人士透露，哈利与梅根刻意选择在哥哥八年以来首度访美的这一刻大肆宣传纪录片，决裂之意不言而喻。另外还有工作人员爆料，纪录片曾经一度因为哈利与梅根想加料爆出更多资深王室成员的暗黑秘辛而延后上架，而且还跟哈利明年将推出的回忆录有许多不符之处。这也让影迷更加关注英王两位儿子的战争会不会因为这部纪录片一触即发。环宇新闻谢中岳综合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